原地一层太深的好嘞，房间就大100余平，那么大的别墅，你说这地球上有没有那么大别墅？没有的，那就是穷光蛋了。你这极乐世界那属于流浪汉级别啊。请问大家怎么样？哎，反正我是挺高兴。所以我们哎，再播放一个我们净明法师讲的啊，但将六字出乾坤啊，我们再听听我们这位大德法师给我们证明啊。但将六字出乾坤呢，哎，一定要念六字洪名。现在有些人强调说念佛名号，念佛名号，南无又不是名号了，是吧？阿弥陀佛是名号，所以不需要念六字，直接念四字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不是正宗的佛法。古来祖师都叫我们说六字洪名，不讲四字洪名的。但将六字出乾坤，从来没讲过但将四字出乾坤。那么证明一定要加南无。我们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其中有一段例子说，有一个商主带着很多商人到险道啊，边上有很多冤宅。那么这个带头的人当时给大家一个开示，大家不要恐怖啊，我们就一心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能施予无畏，能够解脱这个冤宅之苦。于是大家合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大家都听到这个《法华经》原文里没有说就念观世音菩萨，一定念南无，要加上南无。那么为什么要加上南无呢？南无两个字一加上啊，发愿回向祈祷通通在里面了啊。因为南无是什么意思？归敬意、顶礼意、救我意、度我意，就是一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就是礼敬观世音菩萨，顶礼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救救我，观音菩萨度度我，四层意思啊，礼敬皈依啊，救我度我，四层意思同时具足。你不用口里不停的喊观音菩萨救救我，观音菩萨度度我，我皈依观世音菩萨，我礼敬观世音菩萨，啰不啰嗦啊？就南无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，每一句南无同时具足四种意思啊，归敬也在里面了，礼敬也在里面了，救我也在里面，度我也在里面。所以念阿弥陀佛也是如此，念释迦牟尼佛也在如此，都要加南无，不要直接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，不行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念阿弥陀佛是什么时候念呢？两种情况念的，一种是我们打气的时候要撒胆了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这个节奏是要结束了，所以南无不念，前面通通是加南无的，要结束了，要撒板了，稍微念几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是第一种场合。第二种场合呢，临终助念，因为要往生的人啊，神识昏昧了，气很急促，对他来讲啊，能够少念两个字也是一种解放，甚至到最后你都在他耳边当中啊，佛佛佛佛，就一个字对他都有利益，因为他已经连阿弥陀佛四个字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了，气也倒不过来了，叫上气不接下气，人呢也像是我们快要睡着这已经这个样子了啊，神识都散掉了，精神也集中不了了，而且很痛苦。这个时候呢，字越少越好。所以在过去讲这个临终助念呢，就是强调念四字名号，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要敲木鱼，只敲引磬，哎，就是以最少的声音让他明白，啊，然后有时候过段时间到他耳边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，跟我念阿弥陀佛佛佛佛，就用最少的字去利益他，去刺激他，而不要加南无，更不要
长篇大论的唱各种各样的赞，这是唱给活人听的。对一个快要走的人，不用唱赞，不用诵经，就是四字名号，这个真正是在祝念，是在拉他啊。所以就是说在临终祝念的时候用四字啊，打七念佛，一个段落快结束了，按照规矩念四字沙板，剩下的平时我们修行念佛都以六字洪名为正轨，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这位法师啊，他教化众生啊，他的口的这个音轮的功德，喉轮的功德，他生生世世积累的功德，众生的缘分，听到他说法，每个人汗毛都舒服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这个，就是福报，他就是他的功德力。不仅仅听到他的说法，见到这个他的形象，出家人的形象，请问有没有加持啊？听到他是手出嗓出的声音有没有加持啊？他讲出的这个话语的意思有没有加持啊？哎，这就是身宝住持三宝。身宝的相就是身宝，身宝讲出的法是法宝，身宝的秘密功德就是佛宝。虽然来到五台山，你要想见到文殊菩萨也是不容易的，但是要看到出家人还是很容易的。但是不要因为容易就不恭敬，那你就错失了这些功德。因为就是因为凡夫身才住持了神圣的佛法，让这个人间佛法不绝。哎，啊，你看我们整个这个经起问的是阿难尊者啊，我们也看一段阿难尊者的小视频好不好？我们都感恩心啊，因为他老人家，而且他把这个经典集结啊，我们所有现在读到经如是我们都是阿难尊者复述出来的，世尊所说法流入阿难心啊。因为他老人家的功德，他文持不忘，他有这个功德，跟录音机一样，标点符号都不会忘的。哎，原是复述，这个是人才啊！啊，因为这样，我们子孙后代千百万年才能够受，才能见到如来啊，当时说法的场景啊，给我们交代的这些法义啊，才我们才能受益。因为阿难尊者的极力请求啊，制造这种因缘，那我们这世界的妈妈们、姐妹们就能也能够实践佛陀的真谛，而证得寂静涅槃，脱离苦轮。所以，摩诃波舍波提抚养佛陀长大的姨母啊，他带着后宫500侍女追随佛陀出家啊，后来全部证得了大阿罗汉的果位啊。当初为什么佛陀啊曾经就默默的没有答应？这不是佛陀的悲心不圆满，是这个世界很罪恶，知道吗？这世界会说三道四的。所以佛陀两难境地，既要度女众，但是这个世界上对女众是有偏见的啊，总是会拿女众说话啊。所以如果出家人中有了女众，他们世间的人这样去说的话，他们会堕落的啊，这个罪很严重。而且在一个僧团的话，就是也会影响这个僧团在人间的这个行度化的事业啊。所以也是因为女众的加入，佛陀的正法从1000年变成500年，减少掉一半，就这个事业很难继续。不管啊，是这些啊，女众还是什么众生，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能听到佛法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要珍惜啊，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经如是我闻，都是阿难的他的恩德啊，所以他代表我们请向佛陀请问请示啊，甚至把佛陀的教言都记载下来，让我们后世的无量众生都能可以听闻受益。佛语弥勒。
如来心事难直难见，诸佛经道难得难闻，菩萨圣法诸波罗蜜得闻亦难，欲善知识闻法能行，此亦为难。若闻思经信要受持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，是故我法如是作，如是说，如是教，应当信顺如法修行。尔时世尊说此经法，无量众生皆发无上正觉之心，万二千那由他人得清净法眼，二十二亿诸天人民得阿那含果，八十万比丘漏尽一劫，四十亿菩萨得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于将来世当成正觉。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大光普照十方国土，百千音乐自然而作，无量妙花纷纷而降。佛说经已，弥勒菩萨及十方来诸菩萨众、长老阿难、诸大声闻、一切大众弥不欢喜。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小视频，我们的师父啊，悟空上人说的大宝楼阁，大宝广播楼阁，这个大宝广播楼阁就是指极乐世界。请问这个极乐世界现在在不在？大宝广播楼阁，我们师父在圆寂前几年啊，一直就念这个咒啊，向我们大家就赞叹，实际就是赞叹极乐世界的另一个名字，大宝广播楼阁，修至毗弥陀罗尼，那耳朵听到能够一生到无量不起功德。哎呀，这么不是带带这个陀罗尼功德喽？这么观世音菩萨、阿弥陀佛、大势至菩萨、阎王菩萨、玉皇菩萨、释迦牟尼佛、大雄经典都讲喽，给功德喽。那么我也有念，我是念一句，那也念一句啊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阎王菩萨，南无阎王菩萨，南无玉皇菩萨，南无玉皇菩萨，南无大宝广播，南无大宝广播，楼阁修至毗弥陀罗尼，楼阁修至毗弥陀罗尼。啊，来了，给高兴你哦！你是有你几句了，包括地藏王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啊，这个诸大菩萨功德都在内了，这个佛菩萨名号了，都是以德庄名。阿拉当下印度佛门就可以说念咒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不是我自己说念咒，一切众生都可以说念咒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不但是种树根，永远永远菩提种子下去了，哎。这个生印度人在娑婆心诵极乐，再来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他老人家通宗通教，教理通达，而且念佛成就，这个就是他圆寂，他老人家在圆寂前三天的视频啊，圆寂当天也是毫无病苦，身无病苦，亦不颠倒，早早的就预知时至往生净土，而且带我们有缘众生啊，亲自当我面就说，跟我有缘的人都
把他渡到极乐世界。